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咖啡狂人，今天教大家制作一款椰汁冰美式咖啡。首先准备一个玻璃杯，杯子加入千年老冰块七八分满，然后倒入我们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椰汁，倒到七八分满就可以了，剩下的可以自己喝掉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进行研磨咖啡豆，大概15克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把咖啡粉压紧之后，扭上盖子，然后再倒入刚烧开的开水，盖上盖子。今天选用的这款简便式的咖啡机呢，操作是非常方便的，只需要我们按一下按键就可以进行萃取这个咖啡液了。不管你是上班还是旅行，在家里面都可以使用这款机器，操作简单，毫无难度。最后就把浓缩咖啡直接萃取到我们的杯子里面就可以了。一杯椰汁冰美式咖啡就制作完成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